可能是爸爸最后一次跟你讲话。爸爸帮你找到了一颗心脏，你不用再继续生病了。你要记得我讲的每一句话。爸爸帮你找到了一颗心脏，你不用再继续生病了。照顾妈妈，她永远会是你最值得信任跟你最好的朋友。从小你胆子就不大，记得只要你觉得无助的时候，你要相信爸爸一直都在你身边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想一想如果爸爸还在，爸爸会怎么做。再陪在你身边，但请你相信爸爸的祝福一直会陪着你跟妈妈，一直到永远。也请你记得不要做不好的事，不然虽然我不在，爸爸还是会生气哦。谢谢导演，这是我这次试镜的表演，希望会喜欢。